大家晚安。晚安。晚餐吃了吗？还没。我跟你们说，我刚刚手机只有5%的电源，现在到了9%，我才开直播，好担心它，忘记充手机了。刚刚打开来才发现只有5%。Hello Ray，Hello 绿绿，谢谢洛克香手之心，我已经在充电了，谢谢洛克香手之心，晚安，天主鼠车车。今天很忙吧？今天蛮忙的。Hello 阿红 ，Hello 杨总总，晚安瑞。对啊，边充边直播。Hello 阿轩 ，Hello CJ 女神。对啊，就要看充电跟耗电，就是行动电源与直播的竞争。对，耶，加布了，谢谢大家。Hello 勇哥 ，Hello 小翔。现在完全变直播手机，对，他现在就是一个直播机。Hello 小翔 ，Hello 吉米周 ，Hello 笑笑 ，Hello L，Hello 红星哎，谢谢吉米周的香槟 Level Two， 恭喜解锁新的脸部特效，叫做感恩的心。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解锁感恩的心哎，看一下感恩的心。Hello 福福猫，感恩的心是啥？我获得感恩的心了，感恩的心有字吗？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下面写什么字啊？我看不到。感恩的心让我遇见你，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谢谢瑞龙真情告白。明年12月13日去玩，真的假的 ？Daisy 九九可以来玩了。期待跟你见到面，谢谢廷瑞的香手之心。Hello， 是水门口种的柑橘。晚安，益生菌。谢谢天主圣色红玫瑰。Hello，Get。Hello， 我很少用特效。对啊，我通常都是靠我的真材实料颜值，真材实料的颜值。因为他刚刚通知我，所以就用一下。那我们今天啊，明天跟浪梦成真是感恩节特辑，预热一下。现在就先用感恩的心。来预热一下好不好？晚安，陈恩 ，Hello Frank，Hello 阿红 ，Hello 小新，谢谢绿绿的枫叶 ，Frank 晚安，谢谢流浪到屏东，你请三天，你请哪三天啊？11吗？2月，你请前面还后面？谢谢益生菌 ，Hello Martin， 明天是中午，对，因为吃感恩节大餐，吃中午的，Hello 郑宇，谢谢小新的 Purple Cat。Hello 克里斯 ，Hello 慧香，欢迎晚安。好了，你请握手会一定不会后悔的、啊，对不对 ？Hello 家辉，谢谢，恭喜默默升级，谢谢默默续费一个月，谢谢默默大胸膛。明天有火鸡吗？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期待。Hello 玩球，我也没吃过感恩节大餐，我也期待明天的感恩节大餐。谢谢益生菌的红玫瑰。对，明天凌晨也有我那个景广的亚瑟 Late Night Bar。对，大家明天如果明天跟后天礼拜二跟礼拜三两天，对，是要补爵哥一餐吗？你说对了，上次爵哥没有吃到烤肉，这次感恩节大餐，希望爵哥就是他这次还应该不会去打疫苗了，应该是身体健康，对，应该会身体很健康的来吃，对对对，因为他。上次打过疫苗了嘛，这次应该不会那么凑巧的去打疫苗，对，来补那个感恩节大餐。我什么都有的吃，我是主持人啊 ，Of course， 对不对 ？Hello， 龙龙，谢谢克里斯的告白气球，谢谢克里斯的告白气球 ，Hello。小溪哦，我刚刚还没讲完那个亚瑟 Late Night Bar 的晚上凌晨，大家礼拜二哎，谢谢洛克续费一个月，谢谢洛克大熊，明天会有什么礼物吗？我也不知道哎，明天来看就知道了。谢谢吐司吐司的爱心气球，谢谢吐司吐司爱心气球。Hello 笑笑 ，Hello 英开，
还是我今天本来就变漂亮？我本来就这特效没有任何加成吧？这特效只有带一个发箍。谢谢小西的 Pop Cat， 晚安北原。北原是被感恩的心震折到了吗？感恩的心。Hello 流星麻将 ，Hello 鬼子哥，我要说什么？对啊，如果你们凌晨一点多睡不着觉就可以。谢谢灰仔升级，谢谢灰仔大胸膛，恭喜灰仔大胸膛升级，谢谢北原的真情告白，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谢谢剑骨的枫叶，谢谢 Ricky 真情告白。对，明天中午有让梦成真。Hello 相逢 ，Hello 若依。Hello， 这怎么演 ？Kenzie，Hello 红 ，Hello， 晚安。如果很想睡怎么办？我不知道哎、欸，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网络上有没有办法听到回放哎、欸，我不知道通常他们会不会回放。对啊，明天看别人表演。明天来宾，明天是谁？明天是小迪、云爵、婉玲跟 Luca。对对对。明天感恩节大餐 ，Hello 代代，那个，但我觉得睡不着的话，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就是感冒你听一听就会睡着了。对 ，Hello 逸晨，对啊，你听一听感冒就会渐渐的睡着，还是你会越听越嗨？听我们的聊天越听越嗨的，甜甜圈使用网门，小心甜甜圈，好好没事，我们欢迎欢迎 ，Hello 唐海小弟 ，Hello 家辉。Hello 喜乐，欢迎欢迎，感恩节，感恩的心好不好？明天 ，Hello 家属 ，Hello 勇勇 ，Hello 淘太郎 ，Hello 明聪。如果不是高分贝的聊天，应该是还好。我想想看哦，我们那天有没有高分贝？有时候有聊到一个嗨处的话，分贝有一点高。Hello Yap。好，瓦迪卡 ，Hello 枕头 ，Hello 鲁夫，明天靠其他大胸膛，没关系啊，我浪梦成真，每集都出现啊，对不对？我不是重点，浪梦成真的重点是那个来宾们，对对对，拜拜唐海小弟 ，Hello 加蛋 ，Hello 陈伟，对，是衬托让来宾们玩得开心，谢谢相守之心，谢谢朱莲的相守之心。比较大的月份才冲，机会比较大的月份是什么时候？就是你要看主题是不是？礼物哦，礼物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礼物，因为我觉得礼物每个人不一样，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这礼物很好，有些人会觉得这礼物不好，对他觉得好的时候，可能另一个人觉得不好，所以我觉得礼物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今天有上班吗？今天算是半上班，就是。有上班，有上班，对。明天的成员太强了，对啊，明天因为明天是感恩节，所以可能对啊，感恩的心，对。Hello 吐司吐司 ，Hello 一夜 ，Hello 流星麻将，喂，不对啊，就是喂上班算有上班，公演说扣只要借扣，哎，不是，我要说我那时候明明就有扣好，然后我不知道，可能我脱衣服的时候扯太大力了，然后就。扣子爆开，不是太胖哦，我最近变瘦了，绝对不是因为太胖，因为我最近变瘦了。对 ，Hello 艾斯，好久不见。然后我就再也扣不起来，你知道吗？你们知道这种东西就很难，就是你因为跳舞就一直在动嘛，然后如果你要在那个你要在边跳舞边唱边跳舞的状态下，想办法把扣子扣起来超难，因为你的身体一直在动。然后你扣都扣不起来，因为找就是明明就很近的时候很简单，动的时候就很难做到。对 ，Hello 逸晨，后来我就算了，随便啦这样子。对啊，我真的变瘦，所以不是因为太胖才爆扣，是因为应该是脱的时候不小心扯到了吧？我在想。身心杂货就降点，30分钟随点。但我觉得我试过。但我觉得我试过几次弄不回去之后我就会想放弃，因为它会一直影响我表演，就是会一直影响我分心，就是一直会想要弄完它，然后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在就是跳舞的状态下完成，然后我就想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对，什么时候不是长那么高，怎么跟长那么高不好影响表演的专注力。对啊，就是你就是会要
分一点心，就是当然一定不是在你唱歌的时候。谢谢 Jessie 九九的香槟，肯定要处理扣子、衣服那些，肯定就是不是你的 part 的时候去处理，但是你还是有一些动作要做，或者是就没办法跟大家互动到。对 ，Hello 阿福，谢谢 Steven 的枫叶 ，Hello 威鲁，因为那扣子又不是那么好扣，那扣子就蛮小的，不太好扣。对 ，Hello 红军 ，Hello 威鲁，晚安。Hello 坚锅，还有我们也分心，喂 ，Hello 半步癫 ，Hello Sunny， 谢谢廷瑞的相守之心，谢谢冰雨 ，Hello 易凯，你们也分心了是不是？额外福利，Hello 开心的时间，现在的身材有回到疫情前吗？疫情前哦，应该是有回到疫情前，对，算是有回到疫情前，这次没线上太可惜。对啊，这次没有线上，有点感觉寂寞，有点寂寞，比较少人可以看到，只有现场的大家可以看到。Hello 风亮，谢谢保罗。Hello 修，对，这阵子有抄到，有恢复以前的样子。Hello 樱桃猫，三个人爆扣，有这么多人爆扣，我一直以为只有我爆扣哎，一直很沉浸在处理自己的扣子上面。Hello 阿卢 ，Hello 婷内。想念游击大哥，对啊，你们想念游击大哥的镜头是不是 ？Hello 中版阿星 ，Hello Oco，Hello 博成 ，Hello 海豚 ，Hello 晚安晚安阿卢。哦，对哈，卢卡也爆扣，我想到那个画面了。谢谢博成的 Kiki 做你的喵，谢谢博成的 Kiki 做你的喵。今天怎么突然用这个特效？因为这个特效今天才解锁啊，我今天才拥有这个特效，所以我就试试看。Hello 一流 ，Hello 正权，妹妹可能还是比较瘦，不知道哎，我们没有比较过体重。Hello Marlis， 为什么会加布？谢谢冰雨，谢谢大家。Hello Neil， 晚安，谢谢大家让我的握手会加布。低头面对希望。晚安。游击大哥是什么梗？游击大哥的梗就是我们最后在那个惯例环节要进行圆阵的时候，我们以前不是会说好，那我们先有请游击大哥进场啊，因为这一次没有游击大哥，但我们还是大家还是 Q 了，我们说有请游击大哥进场，然后小迪就变成游击大哥，就是进场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那我可以过来吗？可以啊，侯颖，快点过来，来参加握手会啊。Hello 海豚，对，这就是游击大哥的梗。Hello Boss 大拇指，对啊，是的，这就是游击大哥之梗。Hello 佑嘉 ，Hello 嘉君，我第一次跟他说听悟吼，真的，我听悟吼跟 Reset 想哭，可是悟吼不是蛮嗨的吗？这个特效太可爱了，这个特效就粉粉的，对。谢谢廷瑞，谢谢益生菌的相守之心。大家是，我很好奇，想问大家，大家是很想看我跳毒蜘蛛是吗 ？Hello 勇哥，但我这次还是没有跳毒蜘蛛。Hello 黄鱼，我没有跳毒蜘蛛。对，我是想说你们是很想看我性感是不是？但我去跳毒蜘蛛的几率比较低，因为我们 Daisy 就是还有别人，所以我如果已经要讲公演的话，通常不会是我去跳毒蜘蛛，因为这样很奇怪啊，就是我已经在讲 MC， 然后明明就还有别人可以上去跳，怎么会是我上去跳？所以呢，我比较少机会可以跳到毒蜘蛛啦。对啊，因为我们 Daisy 就人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把机会给让给别人嘛，对啊，要不然就是要别人来讲 MC， 对啊，可以站最后面，可是没有位置啦，11个，独自就只有11个位置，对。晚安飞镖，谢谢你拉弟弟入坑，人多霸权，对啊，没有啦，人多所以要让大家都有表现的机会，对，看起来没有那么红，没有那么红啊，因为我洗头发它就掉了，对，我比别人少一手，可是我比别人多一趴 MC 啊，我比别人多一趴要讲 MC 的时间呢、欸。
讲 MC 其实也超长的，讲 MC 通常要在台上待个七八分钟左右，对，也通常要待个七八分钟，所以讲 MC 其实也算是一个蛮霸占荧幕，已经算是一个蛮霸占现场的行为，所以呢，讲 MC， 对，既然都讲，就是讲 MC 之后，当然还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先让还可以表演的人表演，这样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都有出场的机会。对，我都还没瞧好，我那边还没打通，对，我那个关系还没打通，对。霸麦吧，对啊，霸麦时间，大家都只看得到我们。Hello， 明丽，晚安，志伟哥。眼妆有变吗？眼睛看起来不太一样。眼妆有变吗？没变啊，眼妆没变哎、欸。我都用一样的方法换。雅珠师，雅珠师是什么？我是不是不想跳？不要找借口。不会啊，我没有说不想跳啊。如果真的我要下去跳，我还是会下去跳啊。但是我觉得比起来，我更希望。大家就是，我更希望大家下其他人下去跳。对呀、啊，我们台这么多人呢、欸，你数数看，还有这么多人还没跳，还有你看现在彩杰休息，一真下去跳，还有果果也还没跳到哎、欸，对吧？还有这么多人没跳到，我们就是人员稍多。对，哦，保罗还没买到，可以上官网买买看。对。Hello， 妹妹 ，Hello， 室友可们 ，Hello， 志祥 ，Hello， 卫星一子 ，Hello， 嘴哥 ，Hello， 小梁。对啊，我从来没跳过独子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缺人。小梁晚安，不会啊，我觉得 MC 我已经，可是你看我也不可能放别人上来讲 MC 啊，对吧？对，可能是最后才会轮到我，不然就是要换 MC 我。我可是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换别人上来讲 MC？ 这这样有点太可怕了。对对对，谢谢杨公公的爱心气球，谢谢小梁的幸运四叶草，谢谢数学课本的枫叶。代役哦，代役我觉得代役会偏比较给那个一些，就是代役这种机会，而且代役也不好瞧，就是代役有很多原因，对。就是譬如说他的歌什么重了，就是代役跟位置比较有关系。训练一下 MC 人才，是可以训练一下 MC 人才。我已经很倾心全力的在训练 MC 人才了，但是 MC 人才在 MC 二训练就很奇怪啊。MC 二是前座跟配一个人，对啊。谢谢秘书的看好你哦 ，Hello Rain Chen。比如说，你说 MC 人才嘛，我觉得 Daisy 的大家都很棒啊 ，Daisy 的大家 MC 我觉得都成长了很多，对，都成长了非常的多。我自己觉得 Daisy 的大家，因为其他组我比较没有跟他们讲到 MC， 对对对，我比较没有，对 MC 二就是前座二提升，对啊，前座二提升可以唱相声。反正我是觉得 MC 人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 MC 人才。我跟你们说 ，MC 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对啊，像 Mina 就是很会吐槽别人，李梦纯也算是很会吐槽别人嘛。吴婉玲现在也算，但李梦纯就是我会比较，我会让他有机会多拿一下主 key 这样子。但那个吴婉玲的话，他现在就还在那个抛梗给他，他接得到的状态，对，他说，还说那个，就是他算是很棒，就是我觉得他进步很多，就是他现在都接得到，哎，谢谢，晚餐来了，嗡嗡前座后 MC 有吗？啊，我们这组嗡嗡没有上来讲 MC， 哦，嗡嗡是我们这组是齐慧、祖竹跟婷丽，对。狂犬路线，对，他有狂犬路线，他算是没有，可是我觉得他可塑性很高啊，就是而且他从以前到现在能变成这样，我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也不是说他以前不好，是他以前比较懵懵懂懂。今天吃炒面，对，今天吃炒面还是太依赖我抛梗，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要能够一个人要从一个人要能够
就是怕接别人的梗其实也蛮难的，所以一个人要可以接到别人的梗已经算是很厉害了，然后他再做到他可以抛出梗给别人接或是自己出梗的话，自己说出梗那是一个蛮难的一，我觉得是蛮长的一段旅程。对啊，但我觉得他现在的那个就是他现在给自己的设定就已经蛮清楚了，所以他只要照着这个风格走下去，应该是会越来越好。对啊，嗯，思想好正面。对啊，他进步很多。对，要有一点天分。我是已经 say 好，还是突然就追你？有些东西我会跟他说，哎，你等一下可以怎么样？可是有些时候我也会故意直接 cue 他。对，这就是一种信任，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做得好，所以我就会直接 cue 他。大部分你不是说强，我哪有强制别人接梗啊？大部分我是不太 say 梗啊，大部分梗不太 say， 就是我大部分都走我的 MC， 大部分我们 MC 大部分都是走那个，就是讲完大主旨，就是讲完大中，然后细小的东西我们都是现场来，我们都直接是现场走，现场 Q， 现场 feel 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临场反应是很难训练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不会细写，我们是写完主旨，然后讲完说等一下就是大概要讲什么之后，剩下的就是自由发挥。谢谢 Rain Chen 的一封信 ，Hello 橘子冰。毕竟临场反应就是去外面上节目就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外面节目不可能照着稿走啊，外面的主持人什么的，谁没有人在看，没有人在照 round down 走的。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所以大家临场反应就是要找机会训练一下。对，谢谢威廉，没有啦，我还有很多地方，我还有。我觉得就是永远都没有止境的，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对，一山还有一山高，对，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永远都有更厉害的人出现，所以就是要更就是还是要认真学习啦。Hello 浩哥，不要排除吧，真的、啊、主持人真的很少，我觉得外面主持人真的很少。有完全会照着 round down 走的人、欸、真的很少。就算他 round down 写这样，他们通常也都是一个，他们都因为其实 round down 是工作人员写的 ，round down 不是制作人写的。那个，所以不是讲错 ，round down 是工作人员写的 ，round down 不是主持人写的，所以就是可能主持人还会照自己的感觉吧。谢谢 Ray 的枫叶，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我有真的没办法反应的时候吗？也是有啊，但没办法反应的时候就要用别种方法吧，别种方法去带过。对，话题也越多，对啊，就是你的词汇什么如果比较多会对你比较好。对，谢谢 Roman 的相守之心。哦，好辣哦，谢谢 Roman 的爱心气球。哇，这个炒面很赞哎，好辣、喔！它有炒生辣椒，炒面就是要吃这么辣的。问世代哪三首歌的卡门？哎、欸，你知道我觉得很好笑，就是那个这种就像我不是 MC 2上去要先介绍说刚刚的歌曲是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吗？就。讲这我很容易卡住，不知道为什么，我超容易就忘记下一首是什么，超级奇怪的。可是讲其他东西都不会卡住哦，讲这就会卡住，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明明我在后台顺一次就讲得很顺，然后我上去就一定会卡住，真的哦，好辣，可是很好吃。可是它有点干，但是没关系，因为它够辣，我喜欢。对 ，Hello 坚果，
韩国的火鸡辣面辣吗？火鸡辣面比较辣，那个火鸡辣面的辣有汤有汤，是蛤蜊汤。这家是哪里我也不知道哎，要问我爸爸。火鸡，我第一次吃这家吗？不是哎，我觉得我以前就吃过，可是我以前吃的时候它不辣。对 ，Hello Larry， 我觉得火鸡，我觉得火鸡面的那个辣很不舒服哎，我自己是觉得它虽然很辣，可是它好，就是它让我吃不下去，加一点汤。不是它，因为它有很多生辣椒。我跟你说，炒面就是要炒这种生辣椒才会辣。对，爸爸每次都有附汤。对啊，我跟你说，自己买自己吃的话，自己吃还会舍不得叫汤跟那个菜。辣的地方不能接受，就是我觉得辣的很，辣的很不舒服。对，辣的很不舒服。我觉得喜欢吃辣，我是喜欢吃辣，没错。可是呢，我喜欢吃的还是好吃的辣。我觉得那个辣鸡面有一种已经到不好吃的辣，就是对，就辣到痛，就是辣到不舒服。汤要加多少钱？我不知道哎，要问我爸。讲到那个 Disney Plus， 我最近用了阿悲伤的那个 Disney Plus， 看了那个。那个他叫什么？忘记他叫什么啊？101中国的那个，他叫什么？他中文叫什么啊？有人记得吗？最近什么？我怎么会忘记他的名字？谢谢 Gilbert 的枫叶，谢谢 Gilbert 的枫叶。我怎么会忘记他的名字？库伊拉，库伊拉，库伊拉，想起来了，库伊拉，库伊拉，库伊拉，对。我觉得库伊拉还蛮好看的，但我觉得库伊拉比较偏女性、女生的电影，你们有看吗？库伊拉。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就看库伊拉，然后我就在想，因为库伊拉是101中狗里面的反派，我想说101中狗到底在演什么，有点忘记了，你知道吗？然后还去上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就是101中狗的故事是什么。我没有任何一个串流平台自己付钱，我就是最寄生的那一个。我就是寄生上流这个不要脸的人。我跟你讲，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哪？我们在阿北桑家看的，对，我们在阿北桑家看的，他连着电视看，对。Hello， 小梅讲 ，Hello， Seton， 大家不要学我好不好？大家付钱好不好？我是寄生串流。以为我会先看漫威，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要一起找一部没看，我们都没看过的电影来看，所以我就那时候阿贝他也没看过库伊拉，他叫库伊拉吗？对，所以就是看了库伊拉，对，寄生串流。你们都有买 Disney Plus 哦？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如果有小孩子的人，感觉 Disney Plus 很值得买，因为我那时候有看了一下，就是里面有超多卡通可以看，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对于有小朋友来说，小朋友应该可以一直看一直看。对，晚安灰仔。不是，我要说，我本来真的已经要自己买贴图了，就是 Amazon 速度太快了。对。是阿北桑速度太快，谢谢阿北桑。Hello 毛利小五郎，蓝蓝。Hello 毛利小五郎，寄生串两张。对啊，人家莱恩雷诺斯都寄生他，他是寄生他妈妈是不是？我们是真的认真看还是开着呢？我是真的有认真看，我是真的有认真看，我很认真在看，我看电影很认真。对，库伊拉比较沉重，我觉得。也是有好笑的地方，但我觉得库伊拉蛮有趣的。就是一开始我会，因为我那时候看库伊拉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查过他的介绍，就是我是一片白纸的去看库伊拉这个电影。我只知道库伊拉是101中国的反派，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就是我看着看着，一开始我，你们都有看过吗？你们
好，算我这样不算剧透哦。我一开始还想说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就很像穿着 Prada 的恶魔。我之后想看什么？因为我还没看上期，所以我之后还想看上期。然后我之后还想看一下小美人鱼，回味一下小美人鱼，小美人鱼的动画，回味小美人鱼的动画。对，还有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因为我没有很认，我那时候只是看了一下下而已，我不知道后，我不知道全部还有什么。对，还要再看一下。有超多漫威的。Hello， 哈西桑，空包啊！洛基，洛基，我一直因为我个人，我个人没有到，我个人跟洛基，我对洛基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个人就对洛基的还好。可是我蛮想去看那个。之前那个，与其心存怀疑，不如自我。哦，我又忘记了叫什么名字，我一直忘，我现在一直记不起名字哎。另一个叫什么啊？那个女生，绯红女巫，她叫什么？谢谢 Jackie 追踪。她叫什么啊？我真的最近一直忘记别人，我一直想不起来那个名字。绯红女巫跟那个谁？奥创的另一个幻视，幻视想起来了，幻视，对，幻视，太多人的名字，幻视，我会想看幻视，对对对，幻视跟那个绯红女巫，我会想看他们的影集，对。其他复仇者联盟的东西电视上很常演，然后我很常看，所以我其实已经看了好多好多遍了。对，哈喽小白，第一次看到瑞瑟表演，とても楽しかった，嬉しい，よかった，今度ぜひ来てくださいね。我要讲对吗？还是讲错了？可能讲错了，没关系，哈西桑会原谅我。看蜘蛛人，我想看啊，可是我，可是我接下来很有点很忙，我接下来就是在一个蛮忙的状态。对，烈狱冬兵好像也不错，可是我对冬兵，我对冬兵是有感觉，但我对猎鹰比较没感觉，就我对英雄有点有我自己的感觉才会有兴趣，对，我对英雄的感觉，对，就是很看感觉，我要忙什么你们就下次就知道啦。また見たいです。耶，嬉しい，待ってるよ哈西桑，可以爆雷给我，你们还没看。 Hello 安，忙是好事，对啊，忙是好事，反正现在有阿贝桑的 Disney Plus 应该很快可以看到吧。对啊，是否三代同堂？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一定会、欸。我猜是会。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不会。我在讲什么？反正就，我赌，起码一定会出现一个吧。对啊，不然，因为他就是平行时空啊，或者是反派，就是反派一定会出现了嘛。对，阿贝桑的还是日文版，所以都有点不知道，哎，这部是什么电影？还要学讲一下日文这样。Hello， 乖乖，我应该给一部分月费，不要，我就偶尔看一次就好了，偶尔看一次。我在去他家的时候顺便看。对，我最爱哪一代？这个不用问我，我当然最爱漫威的这一代啊，我最爱当然是漫威的这一代，对。但我不觉得，我觉得第一代还是演的蛮好的。说实话，我觉得第一代，而且说实话，第一代的时候，哦，永恒族我也还没看，就是第一代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英雄的电影没有很多，那时候漫威也还没出来，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情怀在吧，就是是小时候看的英雄电影哎，那种感觉就很经典，对，就很经典。该叫你跟他讲日文了吧？我现在没办法跟他讲日文，他中文太好了。谢谢 Jessie 九九的看好你哦，对，就很经典。但是我必须说我，因为我喜欢漫威拍的英雄电影，就是我喜欢漫威的梗，就是。漫威的梗我都会笑，就是我都会觉得很有趣很好笑，就我很喜欢漫威的梗，所以我对漫威的蜘蛛人就会比较有感觉。但是就是第一代蜘蛛人他还是有一个情怀在，对，就像我那时候我小时候就是看过一个，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蝙蝠侠的有一个。是极动人与蝙蝠侠那个，然后最近我最近滑到一个新闻，我才知道原来那是被大家公认为最烂版本的蝙蝠侠。可是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常看那个版本，应该是因为我爸有买那个 DVD 还是什么的。对，我那时候我爸有买 DVD，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极动人跟蝙蝠侠，是阿诺演的吗？我其实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后来看到一个新闻才知道，我找一下，就是看到一个新闻才知道，谢谢，ありがとう哈西桑。反正我看新闻才知道，原来那被公认是最烂的蝙蝠侠。可是我其实没有觉得他拍得很烂，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是小孩子的视角，然后我只记得他就是很花花绿绿的，颜色很丰富什么的，对。哦、对啊，现在没有 Stanley 可以看了。等一下我查一下蝙蝠侠，你们知道吗？那个被公认为最烂的蝙蝠侠哎，极动人。谢谢哈塞桑的掌声鼓励，是他把剧本改了，真的我不知道，反正对，就是极动人蝙蝠侠。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是最烂的蝙蝠侠哎，害我很难过哎。我不知道极动人是阿诺哎，极动人是阿诺，我不知道，因为他就是极动人。你看你们有没有印象？没事，这是我自己童年的回忆，大家可以不用管我，没关系。我只是突然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们知道被公认最烂的蝙蝠侠是哪一个吗？竟然是这个极动人。我跟你说，这是几几年上映？这是1997年上映的，对， 1997年，我当时觉得好看，我当时很小，看不太懂，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最近研究，我有看新闻，就是他有说，就是为什么会变这样，是因为那时候的玩具市场很重要，就是那时候的电影出的电影都是。希望就是玩具可以很卖，就是会最想要就是卖那个玩具，然后所以导演才会就把蝙蝠侠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对，就是很小朋友，就是花花绿绿的啊，然后就蝙蝠侠就是还有其他蝙蝠侠，然后还有反派那些，就是为了要卖周边啦。所以为了要卖周边，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就是他们没有在专精在电影取向，反而专精在那个周边的取向，所以就导致电影整个倾斜了。对对对，但是所以我才觉得哦，因为我是小朋友，我是那时候的小朋友，所以我看了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我看了觉得超有趣的，对。但我长大当然会觉得不有趣，对。好像不只是最烂，真的假的？最烂英雄片。但我只是想说，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看，我现在长大当然觉得还好啊。对，我当然会觉得，还是演的什么东西。但是小朋友真的会买单，我必须要说他有成功。对 ，Hello 安德鲁。而且其实我不是 DC 派，因为我觉得 DC 很有点沉重，我是漫威派的，对。第一部蜘蛛人，就
是没看过，不是不是我唯一看过的，我还看过很多蝙蝠侠。对，那个我刚刚讲什么？哦，蜘蛛人第一代蜘蛛人，其实第一集没有很黑暗诶，我觉得他是很后面第几集啊？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第三集的时候那个他的反派不是那个他自己吗？对，那个第三集我觉得超级不好看，对我超级不好看。对 ，DC 主调是黑，比较黑，整部电影都暗暗的。对，到神力女超人才改变风格，要不然 DC 整个就是整部电影都会很暗，然后我在家里看电视都看不到，看不太到里面在演什么这样，那个灯不能开太亮，不然会看不到，一片雾茫茫。哎、欸，谢谢勇哥，谢谢新加坡人 ，Hello，Thank you，Hello 罗豪 ，Hello 瑞龙。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不喜欢很暗的电影。我最近就超人之死，超人复活那个真的是有点瞎。对，关于超人之死，海外部门要增加，感谢大家。那个什么，我刚刚讲什么？我想一下，我忘记我要讲什么。画面很暗还是剧情很暗？画面对，都暗，对，都暗。其实都很暗，对，其实都很暗。你是 DC 来的，死侍是很欠揍哎。没有，漫威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对。香港我最近有点下跌，没事，我跟你说就是要有跌才会有起有落啊，人生就是起起落落，我们人生就是起起落落。你也都觉得很烂是不是？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了啦。哦，我想到我最近最想看的就是那个啊，那个等一下，我播个音乐啊！等一下，我最近最想看的就是那个《法兰西特派走宝》啊，就是那个导演《布达佩斯大饭店》导演导的片。对，小丑。欸，因为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看比较阴暗的电影。我个人，而且我也不太喜欢看那个悲剧的。电影悲伤片，就是因为人生已经很戏剧性了，对，所以看电影的时候要看一些比较欢乐的，对，是我的应援色的那个，没错。反正我看电影，我会看迪士尼的国家影评啊，我当然不会啊，那只有我妹会看吧，只有我妹会做这种事情。对，国家电影频道这种东西，我就不会在那里看，对。对，我不喜欢太悲伤的电影。对，肥起来算悲剧吗？不会啊，我觉得他肥起来还蛮好笑的。对，就漫威的都是笑中带泪。对，笑中带泪的我还可以接受。对。绝对不看鬼片跟恐怖片，灾难片我也不爱，像最近那个我日本台在播那个日本沉默，那个我也不喜欢看，我不喜欢看灾难片，我觉得看灾难片心情会很沉重啊，就是会影响日常生活耶，真的。萨满算恐怖片？对啊，萨满超恐怖的，绝对不看。对，日本以外全部什么？有这个片吗？英雄片哪是灾难片？英雄片会有一个英雄的结局，好不好？惊悚类型会看吗？惊悚其实不会，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花时间来吓自己，对，我不会花时间来吓自己，所以不会。
常你去看片都已经是很需要获得休息的时候，对。英雄片才不是灾难片，英雄片只要你英雄片你就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英雄最后就会出现啊。对，所以我超级不喜欢复仇者联盟三，可是没办法，那是一个过渡，不看又不行。对，阿福的雷神说的，其实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没有，我本身就不是索尔迷，所以我看到索尔变胖，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对，我本身没什么感觉。对，灾难要出现，对，有英雄的地方就有灾难。需求要看惊悚片，哈，我真的不敢呢、欸。我真的不敢，我哪有看电影跟吃东西一样很挑，我哪有？我也就那几个不吃，那几个不看啊。是啦，是没错，是灾难片。可是最后英雄会出来啊。以前柯南，欸，我也很讨厌看柯南欸。我跟你们说，我之前有在直播上说过，我觉得柯南很可怕。我觉得柯南那个每次那个犯人全黑的出现，我都会吓死。我觉得柯南超可怕。我小时候也不敢看柯南，对，我超讨厌柯南的黑衣人，我非常讨厌那个黑衣人，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我不是没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那个想象力比较丰富，所以我就会觉得，我那时候看到黑衣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我家会不会突然出现什么黑衣人在干嘛干嘛？我就会想，我就有那个画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可怕，我就会很怕，就突然就洗澡或什么就。哦，那个感觉很不好，对，我很容易逃到生活中，就我很容易就是看，比如说我看了一个恐怖片，然后我可能去洗澡，我可能就洗洗就会觉得，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然后我就会很怕现实生活中出现，我就很会影响到我现实生活中。谢谢博成的杀手之心，所以我就不太很容易被我很容易被影响，所以我不太爱看，对。谢谢谢谢 Oco， 想太多，嘎逼说我想太多，我不能带入生活，我也不想带入生活啊。可是有时候就想象力嘛，很丰富啊，就是会不小心想到，我也不想要，所以我很佩服那种看鬼片、看恐怖片，他完全没怎么样的那种人，就是看了他也完全不会去想或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厉害。谢谢柠檬的相守之心。谢谢隔壁的相守之心，会睡不着吗？会哎。小时候会，之后我就到越来越长大，我就已经不会再做让自己睡不着的事情。对，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太痛苦。我小时候连看那个，有没有看过那个《魔蝎大帝》吗？我小时候看《魔蝎大帝》都是怕的要死，吓死人呢、欸！我都很怕魔蝎大帝会出现。要扮什么魔蝎大帝吗？对，就是巨石强森演的。我很容易吓死，超容易吓死的、啊，我胆小鬼。当你的眼睛眯着笑，你们要当黑衣人啊？你们疯子啊？那个衣服感觉很热哎。苹果猫晚安，苹果猫晚安。
你们确定很热哎、欸？你们这样每个人都长一样哦。Hello， 五五 ，Hello， Austin。那你们这样，我不就要扮柯南了吗？这样李佳丽会很喜欢我哎、欸，李佳丽会爱上我。二月十二很冷吗？还好吧。哎、欸，今天就很冷了。今天好冷哦，可就是吓到哎、欸，我出门吓到哎、欸，那个天气落差很大。他本来就很爱我，他更爱我。谢谢林果，谢谢林果，谢谢大家。我在吃蛤蜊，对不起。Hello， 二一大叔，今天很冷，今天超冷的。我接受他的爱啊，我当然接受他的爱啊。我接受他的爱，接受栗子的爱。谢谢天主鼠车车的真心告白。快攻！今天有出门吗？有，今天有出门。永成，好久不见，永成。今天跟昨天玩，他真的超大认真。我昨天。我礼拜六、礼拜天还觉得哇也太热了吧，结果今天就变这么冷，太可怕了。我被毛利小五郎，啊小五郎，我被毛利小五郎影响了，是毛利小五郎。那个我没办法扮毛利小五郎，因为我没有胡子，还是我扮成那个小兰，小兰的那个刘海要这么尖。现在天气很怪，对啊，现在天气很怪。Hello， 新美景。玩出新意，势高力达，势高力达，新装登场。风大到很像台风，真的假的？这么可怕，你要小心哎、欸。哎、欸，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是什么歌哦？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虽然这有点突然间扯远，就是。现在大家还在那个柯南跟小兰的话题里，所以我要硬是转入一个很好一个沉重的话题。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是，如果人类消失在地球上的一个，好像它是一个纪录片还是什么啊？他说，如果他就开始模拟，如果人类消失在地球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说，好像只要我有点忘了，我有点。看一看有点忘记，反正他类似他的意思是，只要几万年之后，那个地球就会恢复成原本的，没有人类出现的样子。对，就是只需要几万年，地球就可以自动恢复成人类还没出现的样子。然后他说，地球的历史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几十亿年了还是什么的，所以。人类对地球来说就是只是一个，人类对地球来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很短时间的存在而已。对，就是人类的历史在地球上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存在，因为地球已经有几十亿年了。对，很厉害，我在半年就可以，半年就可以补回去。我看那个纪录片，觉得，然后他就说。人类消失之后，就是海洋生物也会变得很，就是繁盛嘛，然后动物也会重新找回他们的地盘嘛。然后他就说，然后在几万年之后，就会有新的演化的动物霸占地球，这样就是成为地球的强权。对，然后人类的就消失了，人类的存在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问题就对了，他说的是对的吗？我在哪里看到？我忘记了，或者我是滑那个脸书，滑一滑，滑到推荐文章之类的。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找到，因为我有点。
人类很渺小，对啊，人类很渺小了。没办法，没关系，你遇得到我。我们要消失的话，我们会一起消失。YT 有在听吗？我都喜欢用 FB 看新闻，对啊，我都用 FB 看新闻。怎么样？不然大家都用什么看新闻？对，我上次看豆腐仔。不然大家都用什么看新闻啊？是我的问题吗？是我太 old school。Google 新闻，你们是给 Google 新闻，我是给他跑推荐哦。你用 PTT 看新闻啊？哦，你们都用 PTT 看新闻啊？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 PTT 要去哪看新闻哎。是什么？是八卦版吗？是八卦版。Hello， 澳门客。但破坏力惊人，对啊，破坏力惊人。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应该是这个纪录片吧？有一个纪录片叫做《人类消失后的世界》。谢谢永成的 kiss 啾啾，谢谢永成的 kiss 啾啾，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嗯哼，我推爆一些奇怪，没有，我就刚好看到我有感兴趣的。哦 ，Google 新闻是个专区，他会推荐你感兴趣新闻。是一个 App 叫做 Google 新闻是吗？好，我都用脸书看新闻。我这样是不是很跟不上时代？Hello， 佑嘉晚安，永存工作加油。专区 ，Honey， 我是去负责挖别人那个。你说历史学家吗？哎，其实我以前也超想当考古学家的，可是我生错地方。如果我要当考古学家，我应该生在意大利之类的，因为意大利就有那个。我私下还有玩吗？我真的完全没在玩呢。我用 FB 就是在看新闻而已，就是没有完全没在做其他事情。对，那个对，或是埃及，因为。意大利有那个庞贝城啊，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是那个他挖出一个庞贝城的那个仆人住的房子，对对对，仆人住的房，哎，仆人还是佣人，我忘记，有点忘记了，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个新闻吧？那新闻很大，就是一个仆人住的房子，然后那哦奴隶哦是奴隶住的房子，然后那个就是他们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听他们讲，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只通常以前的东西只有我们大部分都会比较知道有钱的人跟贵族还有皇室那些，因为只有那些人的东西会留存一些资料，然后会好好的保存下来。可是就是下面阶层的人的东西，就是是很少可以保存下来的，因为下面阶层的东西没有人在保存啊，就是没有人会刻意保存，然后通常也不会保存的完好。然后这是农场文吗？这不是农场文啊，这个是新闻报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他们说，就是很难得有这种可以研究以前下层级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对。就是平民下阶层的人怎么生活？然后他说庞贝城那时候有那个有那个叫什么餐厅就是叫好像是什么自助餐厅还是什么的，很酷庞贝城以前有自助餐，就是那种有卖就是有餐有便当店之类的，我觉得很酷也没人知道你喜欢看 PT， 不是餐车，是那个它是一个餐厅还是什么的。
然后庞贝城，庞贝城很酷的是因为自助餐厅啦，不是自助，就是庞贝自己盛菜还是什么，还是我看错，反正就是一个餐厅啦。然后因为庞贝城是一瞬间就消失了嘛，所以因为庞贝城一瞬间消失，所以庞贝城的东西才可以保留的很完整，超酷欸！我对庞贝城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不是说庞贝城就是它就是封在那一瞬间吗？就是封在那个火山下来的掩埋，就是它是掩埋在那一瞬间的、欸，就是那一瞬间就暂停了。我对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概念很迷人呢、欸，就是不是迷人，它是悲剧，不是，但是以那时候是悲剧，但现在来看就是。会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那个年代的人的生活。Hello， 中影晚安。对，但它本身当然还是一个悲剧啦。对，不能说它是一个那个。我会跟你妹讨论，不会，我不会跟她讨论这个事情。珍贵时刻，对啊，我觉得庞贝城很酷。肌研肌肉化妆水，日本14年第一。我们的心里龙颜流弄死的。某些时刻，你是说啊？玉要学这段历史，谢谢玉。你知道龙颜流是那个火山岩浆流下来吗？后面写着 YAKB， 以后会被以后肯定会被考古到。谢谢中影的爱的小熊。对，就有点像当时的状况，真的就是当时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那个、欸，虽然不应该这样讲，但是就有点像是拍照一样，那一瞬间记录下来，把那一瞬间记录下来。你会被棉被掩埋。我也会被棉被掩埋。对，用火山拍出来的纪录片，然后就要靠考古学家们去解析这个东西。对不起，我在大肆的喝蛤蜊汤。我在大肆享用我的蛤蜊汤，要刻在哪？你们要刻在石板上面啊，跟那个汉摩拉比法典一样。Hello， 小小晚安。你们都习惯？哎，为什么？习惯这种事，感觉没事。我是一个吃播主播，我是一个吃播主播。你要磕你爱，对啊，你要磕你爱 TTP， 你要画一些那种图案啊，对啊。有甜点吗？没有甜点呢，没甜点。可惜不是你。我超喜欢喝汤的，我是一个，欸，我应该讲过100万次，我是一个不喝汤都会觉得一天很怪的人，对，就没有满足感，可是这样很容易胖。今天是蛤蜊汤，这样很容易胖，因为汤其实很容易胖，嗯。谢谢 Ricky。对啊，我喜欢吃火锅，就是因为火锅有喝不完的汤。对，我喜欢吃火锅。啊哈哈！啊哈！我的筷子。哦，你是因为你只喝一碗汤吧？可是我不只喝汤，我还有吃别的，所以我就会比较胖。对，
好饱、哦。可我今天只吃一餐哦，我今天只吃这一餐，应该还算可以，因为我今天只吃这一餐。感谢那是你啊，不是火锅汤就还好吗？真的吗？我听别人说汤都。我听别人说，我是听别人说汤都不太好，原来不是这样子哦、喔，那我就大喝特喝啊，喝起来。Hello， 春春，晚安，春春，谢谢 Daisy 九九的红玫瑰。我最近变瘦了，哎呦，难得你们叫我多吃一点哦、喔。画风转变，我没有，我没有在168，我就是。没有时间，太忙了，没吃到饭。对，对啊，其他都没吃，有喝饮料啊，饮料就是一餐，嗯，可以没吃饭，不能没有饮料。对，啊，很多高普林，嗯，喝我的饮料。我的脸不能太瘦，我知道，可是这是不变的那个，我就是每次先瘦，我都会先瘦脸，就是哦，没办法选择自己要瘦哪里。我也很想，我也很想可以选择自己要瘦哪里，可是，这是不能选择的，好难过哦。不能吧，多吃健康。我很健康呀，把头发往前拨，圆脸细雅才可爱。谢谢玉，很多人都是脸最，真的吗？很多人都是脸最后瘦吗？我都脸最先瘦哎、欸，对我的话，我每次最先瘦的就是脸，对，但我每次最先瘦的就是脸，然后腿根本就不一定会瘦到，你知道吗？腿是一个迷，超迷。啊，算了，我已经觉得算了。啊，我要唱这首歌哎！谢谢志宏 ，Mina， 可是 Mina 其他地方很瘦哎，我跟 Mina 就相反 ，Mina 其他地方很瘦。对，大腿跟脸是两个照，是我放弃腿，我最先瘦的是荷包，笑死！我的荷包也瘦。腿我是看开了啦，说实话，腿我看开，因为其实腿本来就很难去瘦它，嗯，然后还有肌肉的问题。啊啊啊！心跳还会吗？哦，我一直忘记耶，就是我一直说要测我的心跳，可是我一直忘记耶，我等一下有空去测一下。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 ，Hello 阿翔 ，Hello 羊毛露骨 ，Hello 志伟哥。对，腿的肌肉定型真的很难消掉，我都还没量过我的脉搏。就算我是真心。喂，玉，你这样是称赞还是不是称赞？应该不是称赞。全世界我也可以，唱到哪？东方女生最难受的就是下半身。对呀、啊。心跳慢也没关系，买个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很贵耶，有点买不起。Apple Watch 蛮贵的吧？谢谢益生菌 ，Hello 春春，谢谢玉安的枫叶。对啊，我辛苦，没事没事，我不靠腿好不好？靠别的，靠别的打遍天下。对，雨晴也是先瘦脸，我们之前好像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雨晴也是先瘦脸，就很不好，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脸真的不能太瘦，因为脸很瘦的话会很苦命，不是会很苦命，是看起来你会有一点苦命，就是，而且是不管谁都一样，就是不管你是谁，谢谢玉的告白气球，不管你长怎么样，不管你是尖脸还是圆脸，就是你只要脸变瘦，只要脸凹下去，就会看起来很苦命，对，所以脸。脸瘦不太好，脸太瘦不太好，对。你们真的只
我总记得在哪里。Rex 粉丝看腿去认我，我也是蛮骄傲，也是蛮开心，我有这样的腿，我为这个腿感到骄傲。郭台铭脸瘦瘦看起来还像不像？郭台铭的脸瘦，他有没有凹进去啊？对，男生我不知道，我对男生就男生，我在想男生有差吗？脸瘦不瘦？男生没有差吧？嗯，我不知道哎、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欸，太专注在女生的脸漂不漂亮了，我没有想过男生的脸。我刚刚在想说，就是我刚刚是在想，就是线上的男明星们的脸是凹的还是肿的？但我现在想，我好像没有觉得他们的脸，我好像没有觉得他的脸有特别的瘦或是特别的肿，好像感受不太出来。对，我觉得好像感受我，所以我觉得男明星们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多是凹的，是哦。我在感受不太到他们的脸是肉的还是凹的。我对男生，可能是因为那个我，可能是因为我就是没有在研究男生的脸，就我因为我就是只在我们女生嘛，只会在乎女生的脸，所以不太会，我没有在什么研究男生的脸。胡瓜，哎，瓜哥都几岁了？瓜哥是圆的，那很开心，代表他健康，对。只有不胖，很少有肉的。男生的脸有在肉，我觉得我感受不太出来。对对对，林志颖，那这样那算肉吗？林志颖那个就是脸啊，就是林志颖。对，林志颖是那个放羊的星星，对不对？我最爱的放羊的星星。纳豆哥，可是纳豆哥就是圆圆的，可爱可爱的啊。纳豆哥那种就是，对啊。阿信，你说五月天的阿信长什么样？阿信应该算是有是圆脸吗？啊，算了，我现在有点对，没事，好不好？我对男生的脸没什么研究，对女生的五官比较有研究，好不好？男生不用看脸，长高就很吃香，有吗？长得太高也不好吧。平常有帮好了吗？现在声音很棒，我信。真的吗？谢谢玉玉，你有听我广播吗？太凹的脸，只要一点胡渣就显老。可是有谁是真的很凹的脸？我现在完全想不到谁是很凹的脸。有人是很凹的脸吗？完全想不到。我今天要唱什么？我还在看要唱什么。对啊，有谁是很凹的脸？嗯。高已经赢一半，可是我觉得太高也不太好哎、欸。如果你太高，你坐捷运还要这样子，就是你坐捷运就是出不去。我之前搭捷运看到那个有一个很高的外国人，就是他搭捷运就是、他超高，然后他搭捷运他还要弯腰，就是那个头顶已经太，哎，不是头顶，就是车顶，对他已经离他太近。然后我就在想说，哇，我觉得他的生活好像。他生活好像很辛苦哎、欸，这么高，然后到哪里都要一直就是这样，然后出去还要这样子，那觉得很辛苦哎、欸。我觉得，所以我后来我那时候就哦，其实长太高也不太好，对，这时候就觉得不太好，而且长太高好像很寂寞哎、欸。撞一排扶手啊、哦，撞对呀、啊，撞一排扶手吊环，坐车更麻烦。坐的时候，可是他可以坐下来就还好。对，他应该习惯，我觉得他应该习惯了。然后他就已经长那么高了，对、啊。我就说，我觉得篮球员很辛苦。那个谁，不是常常就是篮球员，不是动不动就190、200，对啊。篮球员，怡珍应该也是蛮寂寞的，高处不胜寒。怡珍170几，啊、哦，他们都很高。外国人要低头才能站起来，对啊，就是因为外国人太高了，嗯，太矮拿不到东西，你就架个梯子就拿得到啦，对不对？还好嘛，对不对？我拉得到吊环吗？啊不，当然拉得到，我当然拉得到吊环，讲什么话？但
但我平常不太去拉吊环啊。对对对，就是我平常就拉旁边的铁杆就好。我明明就拉得到。晚安 Sam， 生日25号生日，生日快乐 Sam。可惜我礼拜四这个礼拜是没办法直播，我这礼拜是礼拜六，接下来是礼拜六的9点。对，拉得到好不好？手伸起来就拉得到了。生活上有什么不好的事吗？太矮的话，生活上有什么不好的事？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啊。我个人觉得矮好像没那么差，反正就不能当空姐。算是困扰的事嘛，不能当空姐。对，礼拜四有工作。对啊，礼拜四有工作。你要国际版的好，哎，国际版的好。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哦 ，Send it to Kamida， 耶，生日快乐。走路要走比较久，有吗？还好吧。日本空姐不高，我有发现的。哎，有红包，谢谢生日寿星的红包，谢谢生日寿星的红包，谢谢红包。哎，又有一个是不是？哦，谢谢红包，谢谢寿星的红包。还有是不是？哦，三包。等一下啊，我要失败了。好吧，谢谢苹果们续费一个月，谢谢红包，寿星生日快乐，谢谢红包。矮的哦，对，骑车就比较辛苦，骑脚踏车，对啊，我当然还记得怎么唱啊，我就不会忘记。谢谢扇包，谢谢扇包。对，骑脚踏车确实就是骑机车，骑脚踏车就是会踩不到地，这确实是一个困扰。其他就还好啊。频率真的什么都听到，真的吗？我高音的时候频率听不到，那我降一下 key， 降 key。谢谢圣包，谢谢圣的红包，谢谢樱桃妈的厉害。对啊，哎，我真的是要感谢你，谢谢福福猫 Kiki 做你的喵，谢谢福福猫 Kiki 做你的喵。就是我丢彩蛋丢的太大力了，我连后面的一起喷出去了。主动续费一个月，但是我后来有捡回来，感谢你圆满了我的彩带，不然我就会很寂寞，一个人空握彩带。对，谢谢面，不是孤单山姆，不是孤单山姆，谢谢停顿续费一个月，谢谢瑞的和你一起，谢谢瑞的和你一起，对，那是效果有没有？那就是我的。重力效果，谢谢 Colin 的 Pop Cat， 那你的 Sam 的临床反应还不错，对，谢谢 Oco 的爱心技巧，谢谢 Oco 爱心技巧，谢谢林果的浪的心。看到现在怎么说？对啊，然后想说啊，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快笑死！他跟你同一天生日，益生菌也是25号生日吗？谢谢林果浪的心。不会为谁倒退一秒呢？骑到时速50公里，我不知道我骑脚踏车可以到几公里，我都算不出来我可以到几公里。我应该骑不行哦。对，他有说那一台蛮矮的，对，叫粉丝拉彩那个吗？没有，我是希望粉丝可以就是帮我丢回来的。结果换粉丝搬家了，粉丝搬家把彩带丢回来。你也可以要身份，当然可以呀、啊。那我帮你换一下顺序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Merry Christmas， 哈密达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益生菌生日快乐 ，Sam 生日快乐，25号生日快乐 ，Hello 春春，哎，刚好结束一首歌了。那我来播点别的歌，粉丝丢回去直接出镜。哎，没有啊，其实粉丝不用丢。哎，没有，我后来还有成功的拿到哦。心情是不是弹性很高的生日快乐歌？有没有？需要持续加值。Hello， 阿边，这是什么歌？有没有歌词？哦哟，
乐哦，大家生日快乐哦，25号礼拜四对不对？可惜礼拜四刚好没办法开直播，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没有没有压力 ，no 压力 ，no pressure，no pressure，OK、okay?。好哦，下次再发红包哦。no pressure， 哎，妈妈生日哎，该来准备礼物了。我妈妈也快生日要到了，我妈妈生日也快到了，12月。Kimi， 礼拜六换你发 ，OK。换你吐司，吐司也生日对不对？哎，怎么那么多人11月生日啊 ？Oh my god， 大家 ，no pressure， 对 ，no pressure。他们刚好一堆人生日，大家都差不多时间生日，好神奇哦！应该做一个统计，就是大胸堂里面哪个星座最多？这统计不是蛮有趣的？哎，很多人11月生日哎，这很多人听 TV 也超多人11月生日的。11月是很刚好，11月是很适合出生吗？11月很适合出生哎。很多人在11月生日，哎，我被天蝎，11月是天蝎吗？天蝎跟射手是吗？天蝎射手，应该是天蝎或射手，天蝎或射手座，我被天蝎跟射手座包围了。11月真的很适合出生哎，过年跟情人节，对，阿贝桑也是，阿贝桑生日也快到了，下礼拜，对。我只能明明爱你，却又骗自己，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我的在乎带走我的。牡羊座，我是金牛座，4月有没有人4月也生日？是不是好像蛮少了？我记得感觉起来蛮少了，感觉11月真的特别多，11月是很多人生日哎、欸。嗯，11月很多人记起来，11月，不过11月刚好也是一年的快过完了。对，志宏4月生日吗？耶，也跟我一样，4月出生，好像蛮多人4月的、啊，8月，我真的很好奇大家都是什么星座。虽然说我对星座是没什么。就是我对星座没有那么信，就是我会参考，但我不会100%相信。可是像有些人就很信星座、欸，对，有些人就会看那个谁，就是星座专家讲的东西。对，11月唱生日快歌 ，CP 值很高，可以祝很多人生日。你完全不信，我是还是会信一点点啦，就是，但是我基本。觉得星座其实不太准，就是对，星座不太准。Hello， 小明，就是偶尔参考。有时候其实你不是需要他讲的准，有时候你只需要他的鼓励，你懂吗？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觉得最近很不顺，那你看星座书，星座书就会告诉你说，金牛座现在可能水逆，下礼拜就会苦尽甘来，赢得奖赏之类的，所以就会觉得哇、哦，下礼拜好，我只要撑过这个礼拜就好了。对，有时候你就是需要那个他的爱的鼓励。对，星座就讲，他说金牛座最近会有钱财的损失，还干嘛？然后呢，在下礼拜会有贵人相助，然后就觉得哦，我下礼拜有贵人之类的，有时候只是一个 feel。Hello， 马子俊，狮子座人只要肚子饿就想吃东西，啊不是废话，谁肚子饿不会吃东西？对，分析跟还可以，运势有看，对啊，运势真的不准，但个性说实话也不准，看人。对 ，Hello， 好好晚安。你看讲得好就说不准啊，讲不好就是不准，讲好就说喂、欸、很准，对，这就是人类心理学，好不好 ？Hello， 小恩。这是人类心理学，但我还蛮信就别的，就是像面相跟手相，这个我比较相信。对，
因为人家说手相跟面相是会变的嘛，那我就蛮相信手相跟面相，就是那个什么相由心生什么啦，就是感觉会影响到。金牛都很会理财，我觉得我没有到很会理财，我是贪财，没有到很会理财。OK， 面相就是譬如说耳朵怎么样啊，就是人家说耳朵长怎样怎样，然后什么眉毛怎么样啊，然后嘴巴什么，下巴什么什么，下巴怎么样，鼻子怎么样？对对对，那是面相，脸看起来很正，那就是代表她是一个美女。对，她代表她是一个美。射手说爱自由呢？对啊，难道其他星座的人不爱自由吗？我也很爱自由。金牛爱自由吗？金牛也爱自由啊。金牛跟，但金牛，但我不知道其他金牛，但我不喜欢出去玩啊，我真的懒得出去玩。对。有人踩到你的地雷，那就不可收拾。谁不是谁踩到地雷会不可收拾？谁踩到地雷会可以收拾？都叫地雷的，对不对？都踩到地雷了，还会原谅他吗？当然不会啊！每个人就是有没有？每个人踩到地雷都会生气，好不好？那我来唱一首冷门的歌，好不好？突然想到，可是有点难唱，唱。要花钱的都包哎，但是现在真的最省钱哎，所以我才觉得我朋友会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我都懒得跟朋友出去玩，就比如说大学朋友，就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联络，然后我也懒得跟他们出去玩，维系感情，所以就朋友越来越少。对啊，我们个性也差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星座跟算一些就是命盘那些的，因为。我跟我妹的命运不可能一样，我们个性也不可能一样，可是我们的数据，你拿到的那些数据却是一样，就是譬如说人家问出生年月，好，出生年月可能我们差一分钟会有一些差别，那我可能会比较相信，可是你说星座血型那些，我跟我妹就完全一模一样。对， SSK 我会跟 SSK 出去啊，就我们工作结束我会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对，我们工作结束就会相约 ，OK， 大家不用担心。他哭什么呢？我们甚至还有笑容，能牵着手，伤就不那么痛。妹妹个性比较开，我是觉得她有点过嗨，对，她过嗨了，我比较冷静，她有点太过嗨。我觉得这其实个性。真的跟你经历的事情什么，就是你的经验走向，还有从小的，比如说你学生时代那些，都很有影响的。对，经历啊，对，所以我跟我妹不可能是一样的。去啊，唱到哪了？大雨滂沱，我不要回头，宁愿在风中。鼓励去啊，大雨滂沱，我不要
这一生唯一的颜色，哦哦哦哦，就像是你和我，就算吹过风寒冷风，也不会动摇的执着。我不愿回头，宁愿在风中战斗。勇敢的不是我，是因为你温暖了我的手。不在乎还有多久，我不需要等，有你陪我就足够。流过眼泪的人，幸运蟹草，谢谢天主十四的真情告白，谢谢春春的红包，谢谢春春的红包，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谢谢红包，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哇，谢谢广告，广告啊，广告啊，广告，等一下，哦，好 ，OK。谢谢瑞龙掌声鼓励，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谢谢瑞龙掌声鼓励，谢谢春包，谢谢幽默里的，谢谢幸运蟹草，谢谢廷瑞的掌声鼓励，谢谢阿 Ben 的真情告白，谢谢辉仔的掌声鼓励，谢谢阿 Ben 真情告白。啊，什么时候买节瓜？直播上吃，真的要真有你真的想看我吃节瓜 ？Hello 北元，谢谢林瑶的掌声鼓励。等等，要播什么歌？你们真的想看我吃节瓜？我是蛮乐意吃节瓜的，反正我很爱吃节瓜，我是没什么不好。想看我早六啊？想看我早六，这就不太好，起不来啊！现在我跟你说，以前还可能起得来，夏天、冬天，现在真的是起不来。对，冬天起不来，是红包可以再开，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是红包可以再开吗？要播什么歌？节瓜大师，我是很乐意吃节瓜。鬼阿尼大师，我是鬼阿尼大师。哎，我要播，哎，我按到什么？哎呦，按到了！你想看我吃节瓜，还是想看我早上六点 ？Hello， 蓝熊。要定几个闹钟？哦，工作是还是不用啊，就是工作嘛。对啊，大家说什么歌？能再开？如果关布能再开一次早六吗？你说在冬天吗？还是我可以任选一天？我想一下，还是早九？我们加三个小时，早九啊，开三步。所以要加三个小时，早九。春春他也可以抢红包，什么意思啊？春春要抢红包，什么意思？春春不是粉丝团的，春春不是应该可以抢红包吗？谢谢这次九九的看你啊，对我留到夏天再开。对，什么俊哥说了什么？早九感觉不错。哦，他怕我抢不到红包。哦，我有抢到红包，谢谢春春，我有拿到红包，我自己可以抢，对，我自己可以抢。哦，你在问我，哎，谢谢春春，哇，春春怎么想到我，好开心哦，谢谢春春，我抢得到红包，我抢得到红包，谢谢春春。现在不是讨论吃，对啊，现在不是讨论吃多少根节瓜吗？哦不不，我现在要唱氧气之歌。现在要唱氧气女友的氧气之歌，等等。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如果你爱我，
的挑战，先不要。四十八根节瓜有点太多了，四十八根，我怕浪费食物，我们家放不下。复刻计划，四十八片甜不辣，四十八片甜不辣好像不行，我上次已经吃过，这次不能再吃一样的东西。节瓜其实可以啊，四十八片怎么样？切成四十八片，好不好？四十八片节瓜。现在不知道一根可以吃到几片，现在不知道一根不知道可以切几片，对。还是我一根就切四十八片。我快不能呼吸，我想要你。人活着来这一刻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救我。那你们不许那种希望我穿什么衣服的祭品文，对不对？你们可以许一些正常一点的祭品文。为什么我们的祭品文一定要跟那个吃有关系？你爱我，你会来救我。空气很稀薄，因为寂寞。因为我比较特别，是这样子说吗？泳装哦，泳装会，我会冷死，我先冷死再握手会。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空气很稀薄。穿天线宝宝装，等一下哪里可以买到天线宝宝的装？哪里买得到？你告诉我，我穿都可以穿啊、哦！我人太好了，我现在开始不能跟你们商量，我现在不商量，我现在 no 商量哦，现在 no 商量，网球哦，七月是网球装是不是？那是深浅，七月是网球，七月不是。那泳装是什么时候？穿哥哥的衣服，哥哥的衣服很稀松平常，有什么好看？就是 T 恤、牛仔裤啊。对啊，哥哥的衣服很稀松平常哎。哦，穿妈妈衣服，妈妈衣服其实就是有一点要洗一下。对，哦，九月才是网球，七月是泳装。其实可以穿那个七月的泳装啊，只是我穿过两次嘞，你们还会想看吗？这首歌呢？对啊，接下来要唱的。Hello， 阿正，我自己对衣服有什么想法？我目前我就想过上班族那个啊，因为那一套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接着就没想法了。对，而且我因为我家布的地方。我家的地方跟我第一步时间很近，所以我好像要选一个比较可以快速换衣服的，对，要洗的衣服，对，就是我可能要选一下，对，哦，恭喜，就要选一下可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换。但是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换衣服很快，所以我觉得至少可以换个衣服。可是我不知道发型有没有办法变。对，发型我就可能会来不及。对，对，要考量天气，是冬天。对啊，接着就下一步了，所以我要应该是说我要规划一下。对，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
定做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第一套特别，第二套穿我平常的师傅。溜冰鞋要带去吗？溜冰鞋，你说可以放在桌面上吗？好像也是，我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对，我这应该是没办法穿着去，对，我会造成工作人员的困扰。对，因为带造成工作人员的困扰。你说我扮演施雅狂粉，我先扮演施雅狂粉，这样。cos 陈思远，我妹有什么特征可以 cos？ 我妹。那我可能要先去剪个刘海，对，我可能要先去剪。我喜欢的军装，我是可以找找看军装风的衣服，可以找找看那种很偶像的衣服。对，我是蛮喜欢军装风的。对，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Hello， 李真。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红玫瑰 ，Hello， 从军，晚安，还是众军？众军还是从军？从军，真正的我拉拉队服，你是说哪一种拉拉队服？你是说跳拉拉队穿的拉拉队服吗？还是 Rakuten Girls 的拉拉队服？不愿每天每秒每夜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重吗？你的 Oco， 你这个有讲跟没讲不太一样。很乐天的是不是？那我可能要商讨一下有没有办法让乐天的。我以前的拉拉队服，我以前那个就是球衣啊。对，我以前真的就是球衣，现在建筑师穿真的掌声鼓励。你们喜欢球衣是不是？我可以穿球衣啊，因为球衣蛮好的一个装扮。对，谢谢保罗，你们不要有讲跟没讲一样好不好？露店是高中制服哦。对啊，乐天的我应该不能穿，人家那是人家乐天的衣服。谢谢杨茉莉的行李箱。队长之约，对，乐天那个有商标，应该不行，除非我不知道，问问看有没有可能。对，一想看看公司造型，哦，那就是学生服啊，学生服。谢谢辉仔的行李箱，谢谢辉仔的一封信。不能穿高中制服啦，我之前问过啦。我之前也有想过要穿高中制服，但不能穿高中制服。对，晚安。我自己哥哥的时候不是拿一件，对，我那一件就是球衣，我那件就不是啦啦队的衣服，就是那个是球迷也都可以穿到的球衣。对，对啊，不行，穿高中制服，之前有问过了。对，需要再试试看问一次吗？也是可以再问一次。对，抓痒，好痒，我被蚊子咬了，好痒。有一件施雅的乐天球衣，那个应该是说，那就是一般人买得到的版本，宽松版的，就是对。谢谢 Jessie 的吻手礼，谢谢 Jessie 的吻手礼，蚊子咬我。高中的小学制服，谁穿了小学制服了？这么厉害，谁穿小学制服？小学制服现在还穿得下去吗？也太猛了吧 ！Hello， 黄鱼，不知道公司可不可以穿？对啊，可能要问问看。对呀、啊，知道还会跑校唱吗？应该是说最近很少学校办校唱。对，最近学校比较不容易办活动，所以就是
要看有没有机会。对 ，Hello， 小学制服，应该是说真的跟，应该是说那个可能他穿小学制服，他应该穿的是那种，就是外面卖的，不是真的小学的制服。啊，我穿高中制服是真的我高中的制服，对，对，所以他穿的不是真的小学生的，嗯。对啊，很多很多学校都有管制，对，就是现在好像学校很难办一些活动，因为毕竟学校就人很容易很多，对，是结构话题耶。穿外面买的，那我要去哪里买制服啊？你是说我买尾，我就那我就是 JK 啦，不用到很 JK， 你们不要很 JK 的，是不是？你们要那种，你们要那种台湾高中制服的感觉是吗 ？Hello， 心颖。我在人间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对，你们是想要台湾高中的制服是不是？啊、哦，台湾高中制服，那就买一个白衬衫配一个百褶裙不就好了吗？对啊，红绿白高，不然我再问问看一次，可不可以穿我高中的制服？好了，还是就去买一件空白的，叫学妹。啊，我没有认识的，要去哪里买？的坠落，还是我穿我妹的？公司说不能穿，不能穿自己高中制服，我说那我穿我妹的，反正我妹没差，对。像我妹的，曾经狂奔舞，反正我妹的资料曝光没差，我妹学号曝光没差。我去问问好不好？去问问。幸福啊，带不走的、丢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中。高中还在吗？高中都不在，找不到了。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非曾经眷恋太阳。原来如此呀，遮起来，怎么遮？我穿妹妹的浴衣，妹妹有浴衣哦，她那不是用租的，她是真的买的，那可以借她们来穿呢，很棒哎，好好，三间唱片行都没有了，大胸堂快告诉好好哪里可以买到 CD， 填诗雅的握手会，让她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哦，有帮你调货，春春耶，春春要来握手会找我，谢谢春春。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谢谢博成的掌声鼓励。我在家看不到浴衣吗？我没看到，我不知道他收在哪里。安乐心颖晚安，我不知道他收在哪里，要问一下他。对，北车光能打电话问没了，要等之后。还有哪里有啊？正阳高中，我没有啊，那个制服没有在我这里。那在电影公司那里，对，那个制服没在我家，在电影公司那。谢谢林果织布的守护灵，谢谢林果织布的守护灵。应该不是因为家太大，应该是因为那个衣服太多了。对，思源都找到。哎，念榜哦，54分了。享受点，谢谢 Ricky 真情告白，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突然哦，哇，好酷哦！谢谢 C
的礼物吗？谢谢菲菲的飞进女星，台大功能没有 CD 柜，下次看是礼拜六，对，下次看是礼拜六，我先播一首歌，谢谢飞进女星，他说他的寓意蛮贵，哎呦，那很值得哦，那要穿一下。那要串一下，谢谢 Steven 的风，谢谢 Steven 的风 ，Hello 瑞和，要串一下呢，大师需要串一下，哦对，礼拜二跟礼拜三的凌晨，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广播，对，好，我要念排名，对，先念个排名哦，大家来开始，第二十名是 Rain Chan， 第十名是吐司，十八名是瑞龙。十七名是雷果，十六名是永成，十五名是福福猫，十四名是踪影，十三名是天竺鼠车车，第十二名是尤莫莉，第十一名是博成，第十名是玉安，第九名是 Ricky， 第八名是辉仔，第七名是玉，第六名是勇哥，第五名是 Collis， 第四名是 Ray， 第三名是吉米猪，第二名是Jessie99，第一名是 Sam， 生日快乐 Sam， 生日快乐，益生菌。我的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哎，上次是谁说他最近在听半情歌？忘记了。你的明天有，谢谢安。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缺少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般甜的，一般苦的，像我手中烂掉的可可。最最叫人赞扬的，总是未完成的，我只能唱着一般的歌。有吗？我最近很常听到这首歌。我最近很我没有唱这首歌哎，我最近很少唱这首歌哎，我最近没有唱到啊。谢谢天主是真的很玫瑰。谢谢博成，谢谢辉仔，谢谢 Oco， 大家辛苦了。谢谢博成，谢谢廷瑞，谢谢吐司的掌声鼓励。现在直播是两小时吗？现在直播对是两个小时。谢谢博成的掌声鼓励。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缺少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般甜的，一般苦的，像我手中烂掉的可可。最最叫人赞扬的，总是未完成。吓死为什么你要叫，吓死我了。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吓死我了，麦克风别闹，你们应该也被吓到了。谢谢 Ricky 掌声鼓励。明天有多快乐，都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缺少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般甜的，一般苦的，像我说
做自己是可以穿浴衣啦，我自己不太会穿，就是要学一下。谢谢穿的风，想看，哎呀，那不错啊，那就穿那个啊。他既然说那个蛮贵的话，一定要穿一下啊。思源还没答应，他有什么好不答应的？反正也是摆在衣柜里，不是吗？那可以啊，可是浴衣比较麻烦呢，浴衣可能就要在第二天，对，但浴衣可能在只能在第二天了。谢谢天主鼠车车的看看你啊，谢谢建成的相守之心。对，第一天可能没有时间，因为穿脱都脱 穿很麻烦，可是脱我不知道哎，脱是不是可以蛮快？可是我所以可能在第一天的第一步，或是第二天的第一步，对对，第二天比较适合，因为这样比较愉悦，就是比较不会手忙脚乱。因为穿脱如果都很麻烦的话，我是比较怕脱很麻烦，脱很麻烦的话就没办法在第一天。对，台中帮，哎呦，你们要组一个台中帮，又坏又坏的方式说，你是说拉那个直接是什么样是坏员外的方式？你说直接拉那个这个叫什么腰带吗？浴衣，对，浴衣已经相对容易，对，怕占用时间，因为我没什么时间。直播再穿一次，好啊，直播再穿一次。直播穿浴衣感觉很有仪式感，夏日祭典，没有没有没有，冬日祭典。Hello， 人好，阿贝桑不在，没关系，我还有别人，还有果果，果果也是我的发型师，期待哦，天竺鼠车车，谢谢钟莹。员外你好坏，哎呦，土豆五汤，谢谢人好，谢谢大家辛苦了。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般的歌。好啦，大家晚安。可以商量的衣服。对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给你们那么好商量？我现在说，我考虑一下。我现在说不行，我考虑一下哦。咦，什么广告？哎呀，我考虑一下。前一天晚上直播吗？那我要看一下那天的行程长什么样子。现在握手会还离太久远了，现在有点说不通，其实现在有点没有办法想象。对，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 OK 啊。对，谢谢豪豪，晚安豪豪，谢谢保罗，默默晚安，吐司晚安，晚安，晨晨说不准，对啊，还二月，还要几个月，十二月一月还有两个多月。对，高高晚安，周一晚安，盛盛晚安，欧克晚安，过年后，对，差不多过年后才能决定。林阳晚安，谢谢姐晚安，聂晚安，杨哥晚安， Ricky 晚安，欢迎就是晚安，然后晚安，天主主持人晚安，新宝晚安，杨哥晚安，欧克晚安，没关系，欧克欢迎晚安，春春晚安，图图晚安，瑞晚安， Frank 晚安，伊达妈晚安，安晚安也可以，小莲晚安，香香晚安，欢迎秋秋晚安，阿飞晚安，柠檬晚安，开心晚安，秋秋晚安，保罗晚安，周一晚安，秋秋晚安，我这才不会放不下嘞。瑞晚安，克里斯拜拜，春春晚安，小黑黑晚安，拜拜瑞，拜拜林阳，咕噜噜拜拜，瑞荣晚安，礼拜六见大家，礼拜六27号见，晚安洛克，晚上好，拜拜瑞，明天对，明天还有浪梦哦，浪梦见。晴哥拜拜，晴哥拜拜 ，Gag 晚安，咪露晚安，勇哥晚安。我的情绪心会更锋利。西美吉晚安，阿秀晚安，飞镖晚安，灰色晚安，聂晚安。谢谢洛克的爱心气球，博成晚安，保罗晚安，秋秋晚安，27号见。土豆晚安，天主若秋晚安，如果晚安。拜拜，对，但是23号，明天就见得到，明天23号，对，明天就见得到啦。晚安，生日快乐，25号生日快乐，谢谢吐司，晚安，杨哥晚安，谢谢二一大叔，生日晚安，拜拜，谢谢玉，阳光路虎晚安，林阳晚安，多一晚安，珍珍晚安，珍珍晚安，欧克晚安。
说拜拜，绿绿晚安。我说晚安，丽丽晚绿绿丽丽绿绿晚安。谢谢一三六的红玫瑰，明天见。土豆晚安，包罗晚安，明天有浪梦成真。林阳拜拜，拜拜。那明天不要看好了。博成晚安，林聪拜拜，大家晚安。就算多难舍的过去。不是丽丽，是绿绿。拜拜，夜兔拜拜，谢谢追踪。大家拜拜，晚安。喜欢了解，或是明天见，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谢谢，拜拜博成，拜拜大家。波波，阿轩晚安，阿轩。拜拜拜拜，那你下次过年那一天真的12月11日，1211，拜拜，生日快乐，明明还没到，拜拜。所以大家还能用多久？你们想用多久就用多久，好不好？拜拜 Ricky， 拜拜，爱了哟，大家拜拜，广播见，拜拜。也可。